我已经找到了三个东西，我发现我身边三个东西真的很多，比如说三个纽扣，三个纽扣，以及三个纽扣，当然还会有一些三，比如说等一下，三个倒影，一二三，刚刚找到了一只，就是说野生的三，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的三，不错，哎。奇怪，这个为什么又是三呢？总之，我现在已经找了三个三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平翘舌这个东西啊，有点难。山，山峰的山，不就是山吗？三，是一个。然后第二个，你看，你看这个灯，一个缝，然后这弯过去，这不就是一个三吗？这就是一个三啊，你看，哎，好，这是一个啊，好，我再找一找啊，好，看啊，有四个是吧？拿走一个，放到安全的位置，是不是就剩下三个了？这是不是三呢？真棒，好，给它放回安全的位置。三啊。一乘以三是不是三呢 ？Hello， 跟三的跟三有关元素，然后胸口这里有三个人，然后我有三个痣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个没看到。然后还有什么三呢？哎。这里有一个三，看这个三，把它翻转一下，它就是三。好像是这样。那好强哦！我看到剩还有个三。只有两个三是。跟大家还有最后一个三了，三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三了，给大家来个三的同框。好的，我又找到一个三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虽然有点奇怪，但是那个这确实是个三。这个三呢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，不多说了，我要开始了。好的，三完成了，再见大家。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三的元素，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 logo 是三角形。对，我现在找到了三个三，然后这是第二个三的元素。看，我手上这个东西，认真一下看，它就是一个三，就是。这么这样，然后简单合个影吧。找到了，这不就是三吗？这么轻易的就被我找到，
看来这个任务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啊。又找到了，又找到了。突然想着，我拿了书啊。啊，看到没有？第三页。突然又想到一个啊，这个出东门过大桥，大桥底下一处枣，拿着杆子去打枣，青的多，红的少。一个枣，两个枣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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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枣，完成任务，结束了，拜拜。